墙上还挂着许多科学家的画像。都谁？像这个爱迪生。哦，这应该挂。爱因斯坦。呵，都是爱字辈的老先生啊。云字辈都大一点。对对，嗯，牛顿。嚯，居里夫人。好，蜡笔小新。嗯，一个戴眼镜老头。这是肯德基那大爷。那嗨，你挂他干嘛呀？那他这东西还没那肉龙好吃呢，你得把它摘下来吧。把它摘来，哎，反正就看吧，见天的。哦，学习人家的精神。嗯，墙上挂着那个元素周期表，这应该有，这得学习人家吧。周期表，看看这个，看看。没事站在前面大声的朗读元素，啊，我俄一乌鱼，拼音，汉语拼音呐，学习吗？不，你还小点啊，这学这个就。不看这个吗？啊，这不元素周期表。元素周期表，哎，旁边还有这么一个视力检查表，还有视力检查表，大伙都见过，是一个 E， 哦，啊，一个 E， 嗯，方向呢有很多，是啊，有冲这头的，嗯，有这头的，哦，有这头的，是，还有这头的，对，啊，您这看法都是一方向，啊，嗯，四个方向，哦，没事就检查视力，嗯，检查的搁里头工作，哦，这不最近吗？嗯，天气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的凉，啊，对，不凉，我打算把前些日子租的那个炉子呀还给人家，借的炉子。您这40平米连炉子都没有啊，一点都不会精打细算啊，你想一年12个月就3个月用得着，是啊，9个月闲着，哦，干嘛使，对不对？完了还不如找人租这么一个，哦，等11月再租回来不完了吗？干点正事，干点什么呀？就是研究研究实用的吧，这有用，对不对？对，为民造福啊，应该想想啊，嗯，研究研究牛顿。好，这科学家的研究吧，嗯，研究研究这个牛肉是怎么炖成的。对，您再等会儿考虑，您这不是牛炖，这什么呀？炖牛，这不差不了多少吗？那不差远了啊！啊，反正杂学，什么都得学。哦哦哦，听人说呀，得往里放陈皮，放山楂，哦，咕得出来这个味儿好。是。后来我也照他的方法做了，嗯嗯，放这些东西，咕得出来，一尝这汤，一点牛肉味儿都没有。为什么呀？忘搁牛肉了，嗨，这你橘子皮水，这玩意儿治咳嗽倒是。有什么可喝的这个？嗯，啊，不研究这个了。哦，换个别的。换个研究研究。哎，您平时参加个正经活动，是不是得穿西服？哎，西服这是正装。好比说要赶上天公不作美，下起了雨，这西服淋了不就坏了？对，一湿就变形了，走形了。对，所以说我决心研究这么一个防雨西服。这个实用，这好吧？对，最后终于研究出来了，研究出来了。以后您穿西服的时候 啊，外边套这么一个雨衣，对，防雨。哎呦，这还用你研究啊？怎么着？外边穿着雨衣，里头穿西服不湿？对喽，穿什么都湿不了，有这雨衣，那用你研究吗？高科技嘛，是吧？这什么高科技啊？除去这个啊，得给这个男士造福。男士，研究研究好的剃须刀。这个生活必需品，这得研究吧？哎，离不开。研究这个叫惧怕牌剃须刀。怎么叫惧怕牌呢？拿这剃须刀，这胡子一听说你有这剃须刀，不敢长了。是啊，在里头怕这个剃须刀，不敢出来。是吗？惧怕牌剃须刀。哦，而且咱做过实验呀。怎么？我把这剃须刀给过一个人，结果他这辈子没长过胡子。是啊，我给我奶奶了。哎，对。废话，没有剃须刀他也不长胡子。到时候我奶奶大街上举着巨霸牌剃须刀，哦，我爷爷穿着我那防雨西服，嗯，是吧？老两口多好啊，这俩神经病，人一瞧，哇，别这么说，可不是吗？这不是我的，这什么科研成果呀？科研成果嘛，啊。